雕环素魂，注意关照。顶一集咱讲到素魂第四篇欠德之后，后面了凡先生举出有几个在当时谦虚得到发达果报的人，那么上尾啊一位就是张维炎先生。张维炎先生一开始就是年轻的时阵，原来是傲慢心真重，去考试，考举人考无中，那么就大骂试官，骂这个考试官呢，面目就是无目睭啦。伊认为家己写文章真好，为什么这个考试官无甲录取？当伊在大骂的时阵，边仔有一位道人，就是在道教出家修行的人，那么一个道者，在边仔笑，这个张先生呢，看到这个道者在边仔笑，那么更加气，脾气更加大，那么转倒转来呢，这个脾气呢向这个道者来发。那么，这个道者甲张先生讲，伊讲我看你做的文章一定无好。这个张先生听到呢，更加生气。伊讲你也毋捌看过我的文章，你要哪会知影我的文章好也无好呢？道者搁再甲讲啦，讲我听人讲，要做文章啊，必须爱心平气和，心气平和，安尼才有法度做出好的文章。伊讲我看你直接发脾气，一直骂这个考试官。无目睭，无录取你的文章，你这个心不平，气不和，你这个心理呢，真无平衡。那么你平常就是安尼，心不平，要哪有法度做出好的文章呢？这个张先生也非常难得，毕竟是有读过圣贤书的人。也明理，听到这个道人，甲讲这话呢，感觉真有道理。即阵呢，伊这个气才消落来，反倒转来向道人来请教。那么道人这个开始，教伊如何做一个改变。光明才有希望，那么戒谦虚，谦虚并不需要用到钱，就是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处处感觉家己拢不如别人，会当接受别人的建议。接受别人的指导，袂自以为是，袂家己呢，以为家己呢，什么拢对，介意呢，爱受这个谦虚，所以这个谦虚，接受教有地啊，修就是接受，尤其这个。跟这位老师来学习，
即是主要爱有即款学习的态度，啊，必定爱有虚心，才会当受教。啊，如果即个学生、即个地主啊，无法度接受老师的指导，啊，那么即个老师纵然是佛菩萨再来，也无法度帮助伊。啊，这点咱一定要知影。所以，为什么同一个老师，啊，老师对每一位学生伊的教导无完全共款，啊，是毋是老师无公平？老师心无平等呢？毋是，主要是学生学习的态度，每一个人无同款。啊，那么这个学习的态度，就是即大家讲的谦虚。啊，这个谦虚，每一个人啊，有人较谦虚，有的较无谦虚，啊，有的完全无谦虚。那么完全无谦虚，这款的学生，那么老师教，甲讲，伊是完全未接受。换一句话讲，完全无法度得到利益。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内面，也甲学会的人开始，啊，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的利益，嘛对老师呐完全无恭敬心，那么迄一分的利益嘛得袂到。那么老师观察学生，啊，看你会当接受到什么程度，伊就教你到什么程度。啊，看你有一分的诚敬，啊，你会当接受一分，伊就会当教你一分。你可以接受两分，教你两分。你可以接受十分，教你十分。啊，这是完全根据学生学习的态度。啊，并且老师有偏心。啊，这点啊，咱一定要明了。啊，你无法度接受的人，啊，你愈教呢，伊就愈受气，伊就愈未接受。啊，反倒转来呢？该结完仇，啊，两方面拢无利益，拢作业吧。那么这位张先生，伊就是有法度接受这个道者来个开始。啊，那么这个道者呢，晚年亲像混国禅师对了凡先生的开始。啊，了凡先生。那无遇到混国禅师，伊一生无法度改造命运。遇到混国禅师，禅师也向观机，啊，知影伊这个人有善根，会当接受。啊，那么咱即直接看到这个道者对张维严先生的开示。这个道者，伊也必定知影这个张维严啊，一时的错误。但是呢，毕竟还有善根，会当接受。伊安尼甲讲，笑落用。啊，如果呢甲看看呢，这个安怎甲讲，伊都未接受，一定未去甲讲。啊，讲了不但无法度帮助伊，反倒转来结怨，得到反效果。那么张先生啊，果然啊，依照这个道者的开始啊，真正认真啊，自己做一个转变啊。原来呢，拢是自以为是啊，认为自己拢是对的啊。那么为这开始呢啊，念念谦虚啊，所以后来呢，果然啊，中到105名的进士。那么这个
是张威严嘛，以改造命运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下课的人，唔止干那要求一个改造命运，啊，下课就是要成佛做佛，啊，当然呢，这个道德标准啊，超过世间一般的人太高了，啊，当然呢，这个谦虚一节，啊，那么一定爱修得更加圆满。咱阁看下面啊，这个总结啊，下面第二段的总结：虚心克己，修福自己，由此观之，举头三尺有神明。处杰撇向锻炼有我，殊殊我尽心制行，何不得罪于天地鬼神？你虚心克己，使天地鬼神时时念我，方有受福之机。啊，那么这几句话呢，真重要。那么虚心克己。虚就是讲，咱甲人斗阵啊，表现呢有一个谦虚之心啊，委屈自己啊，家己较委屈一点，这是修福之机啊，会当接受福报的基础。啊，顶一集啊，甲大家报告，咱举一个譬如，即地杯啊，人要倒物件互你，啊，要倒甘露互你，啊，你家己杯啊呢，爱空空，啊，才有法度接受。啊，如果你家己倒甲甜甜，别人即个甘露要倒互你呢，就得袂掉啦，倒落就流出去啊。啊，用即个来譬如形容啊，谦虚之心。这是修福之机。那么神明啊，鬼神的代志，这是古今中外拢有，佛经讲得最清楚。那么这是事实的存在，啊，并不是讲神话。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这款看法是错误的。佛跟我们说都是事实真相，只是我们现在是肉眼凡夫，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没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没看到离事实存在在这个宇宙之间太多太多，所以呢，你袂使讲无看到，就断定伊无，那么这是绝对错误。那么处吉撇向锻炼有我啊，那么处向吉祥撇免凶灾呢？这个主权拢是在咱家己啊，这甲别人无关系啊。那么得到吉祥还是凶灾呢？拢家己会当做主。啊，这佛菩萨、鬼神也无法度帮助，任何的人也无法度帮助，只有家己才有法度帮助家己。那么，咱会当尽心制行啊，无得罪天地鬼神啊，你虚心克己，使天地鬼神时时念我啊，你若表现呢谦虚之心啊，处处呢拢让人。委屈自己啊！这个天地鬼神看到呢，那么伊就怜悯你，降福给你啊，方有受福之机啊！安尼呢，才当接受福报，这是受福的基础。讲避其迎者，必非弯曲。那就讲这个人啊，气势凌人啊！啊，这在咱周围呢，咱都。常常遇到啦，
啊，这个人啊，这个做代志拢要徛顶边，出风头。拢要欺压别人，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啊，家己认为家己拢是对的。啊，要讲别人，啊，歹互讲。那么，这个人的前途未完待，啊，所以讲必非晚期啊。期就是度量，度量有大小。这个人的度量无大，度量无大，成就也无大。讲讲法亦无受用，讲但是这个人气量真小，啊，无法度接受别人。这个、人纵然眼前甲看是发达咯，但是伊这个发达享受也未久啦。这时间无久长，啊，也无什么受用。稍有失见之事，必不忍自洁其量，而自居其福也。那么，这就是讲，那小可有一点啊见识的人啊，有一点啊常识的人，必定不忍心把家己的度量补到遐尼矮。啊，只有家己，拢无别人。这就是自己远离自己的福报。可是今日在社会上，咱看到这一类的人不在少数。况俭者受教有德，而处贤无穷，有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那么俭。你接受人家的教导，即有地啦，有地就讲一个地方啊。比如咱要起一间厝，啊，有一个地点，啊，有土地。但啊，咱要接受一个佛陀的教育，啊，是世间圣贤的教育，那无谦虚。就跟那无地基同款，跟那要起厝无地基啦。啊，这非常的重要。我家己个人在啊，这个出家这19年当中，那么在道场呢？师父教我安怎去做，我的教育意思去做，啊，无我家己的意见。纵然有当时啊有怀疑，啊，无了解，啊，也先教育意思去做，啊，到以后慢慢啊就了解。伊的用意，那么有真侪同学啊，都袂当接受。啊，为什么袂当接受呢？伊有伊的想法，伊的看法。那么执着家己的成见。啊，无法度接受师长的指导，啊，所以呢，安尼就学袂到物件啦。啊，那么这就是呢，无谦虚之心，啊，这受教都无得啦。啊，那么谦就是受教有得，啊，咱总是感觉呢。啊，这个师长啊，伊的道德学问总是在咱之上，
见识阅历总是比咱较侪。那么既然关于学习，爱放下家己的成见，接受伊的指导。当然有当时啊，有真侪代志呢，咱一时袂当了解。但是经过以后，慢慢会当了解。原来呢，顺逆皆方便啦。这个教学有当时啊呢，用个正常的方法手段。有当时啊呢，用个非常的手段。但是不管是顺还是逆正常也是非常，这个教学方式目标拢是一致。就是指点咱行上无上菩提之道，所以即大家讲，离处先无穷，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呀。就是讲，袂使缺少。下面讲古德古语云：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处志，思念念谦虚，定定方便，自然感动天地。那么这是了凡先生举出古早人的话讲你若有志求功名，必定得功名有志求富贵，必定得富贵那么人有立志就是立定人生的方向目标，敢那树有根那么这个立志了后呢，需要念念谦虚定定方便啦。安尼自然会当感动天地那么咱现在这个社会或在楞严经上讲，末法时期，也就是这个时代，邪书说法。如行火杀，邪书就是指妖魔鬼怪。妖魔鬼怪甲佛菩萨不同在哪里？诸佛菩萨教人正法，教人断恶修善；妖魔鬼怪教人邪法，教人增长贪嗔痴慢。一界物件无共款。那么，咱想想，现在这世间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信仰邪教、接受邪法？真简单，伊教你贪嗔痴慢，教你享受五欲六尘，教予你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这拄拄啊符合世间人啊的烦恼习气自然呢就对去了。所以邪书说法如行火沙，邪恶的力量充满社会，正法只有稳重起来。正法希望未被邪法完全灭绝那么只有用低姿态来求生存正所谓经典所讲，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咱要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环境当中。咱一心向善，自然得诸佛菩萨善行的保佑不要看到现在社会现象处处让咱灰心如果咱真正灰心消极了，唔那是不利于自己，自己不能奋发向上，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既不能提升，必然坠落。咱也对不起高圣先贤、诸佛菩萨对不起历代祖师大德正法的圣传，咱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在今日这个社会，咱也是爱立志，咱爱向上，咱爱做出一个好样给人看。那么，这个艰难困扰决定是有。
这个力量肯定是真大，阻碍力量是真大。咱爱当突破，当然外面邪魔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咱来知影特撇，爱先闪撇。那么古代的方法是温机，温起来，觅到深山温机。那么，甲这邪魔决定无产生厉害冲突，安尼正法呢，也会当保存落去。古来大德遇到这种灾难，往往是温机在深山。那么温机在深山呢，教一两个学生，无多啦，一两个，保持这个法脉永远不断。到我众生有福报的时候，那么由这传人，搁再传到后代，决定的开花结果。比如禅宗就是真好的例，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无人认识伊。那么甲牛母帝见了面，言谈之间不能得牛母帝欢喜，牛母帝无扶持，伊。之后呢，到少林寺去明辨。那么，伊在少林寺一生啊，只顾着一个传人啊，就是禅宗理祖慧可禅师。那么，慧可一生呢，伊也是传一个人啊，传到第三代净禅。那么，一个大德。伊一生呢，只要有得到一个传人呢，就算真好啊！因为有一个人呢，都用呀！伊这个人，搁再甲传落去，伊这个法脉都袂去断去。所以禅宗达摩祖师为印度来到中国，是咱中国禅宗的初祖。那么一直传到第五代，这个。弘忍大师拢是单传，每一代拢传一个人。到我第六代六祖慧能大师迄阵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五祖忍和尚把这个法传给慧能，那么慧能竟然在一生当中传了43个，这咱在大经拢看到，看到这个记载。而且呢，把这个禅宗传遍了中国。这在佛法讲时节因缘，因缘无成熟，不能勉强。勉强去做，决定受其害，反倒倒来受害了，不得其利。那么这是讲。这个古早人讲啊，有志功名必得功名啊，有志富贵必得富贵。那么古早人这个读书求取功名富贵的用意，前面那个诸位讲过啊，大概呢，拢不外乎寻求一个为众生服务的机会。在今日社会，可以讲在本质上，甲以前产生了真大的变化。现在咱要找一个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的机会，非常的多，也无需要去求功名。那么也会当达到为一切众生兴建大利。每一个行业，会使讲拢有平等的机会。在工商业内面，咱现在看到真多真多。跨国的公司啊，即企业家，可以讲古早时候功名与富贵，因拢是兼而有之啊。这是过去生中修积的大福德因缘，才有这款殊胜的果报。佛经内面常常甲咱讲，爱福慧双修，果报才真实。如果是修慧不修福，敢若修智慧无修福报，换一句话讲呢，虽然有聪明智慧，物质生活会过得真辛苦。
啊，生活环境呢，会真不如意啊。假如是修福不修慧，啊，造业的机会就特别多。啊，一生福不享尽了，无智慧，搁再做罪业，来生去倒呢？到三恶道去啊！啊，生在现代社会，受到现代的教育，一般人拢把天地鬼神看作迷信。啊，自己得富贵之后，往往纵情享受，啊，不断做恶业，不知不觉当中做了真多的罪业。啊，伊知也毋知，伊知损人利己。啊，尤其像这大企业家，啊，今日整个世界金融啊，操纵在因的手头，股票、汇率，啊，因想要起就起，啊，要落就落，啊，做这不正当的游戏。啊，那么这几年呢，这个亚洲产生金融风暴，真侪国家有真侪企业家呢，差不多全部破产。啊，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侥幸得来财富，固然有，啊，但是老老实实以家己血汗赚来钱也真侪真侪。那么遭遇到这个金融风暴，一生辛苦拢可能提提去啊！啊，这个做的业重，这个业太重了，啊，伤害偌济人性命在世。啊，这个头哪会牵涉到性命呢？在真侪金融风暴之下，财产一旦贬值，啊，钱剥去，啊，那么剥的幅度呢太大，啊，比如讲呢，啊，十万块变一块。啊，等于遐钱拢无效啊！啊，伊个打击受不了啊，自杀的、跳楼的，即下咱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常常看到、听到。啊，那么还有真侪同修甲咱导师讲，讲即马即个自杀的人太侪啦。年纪老的人厌世自杀，感觉即个社会无前途、无希望。年轻的人无得意的时候也自杀，啊，甚至现在看到中小学生，咱也常常听到跳楼自杀。什么原因自杀？啊，考试无及格，分数不如人。啊，你讲这是变成什么世界？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一个受过圣贤教育的人，一定发心来挽救这个劫运。唔好让这个结论啊，真正被预言家讲到啊，迄实在讲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啊。这事情细细个来想难是真难，可是更加难也都爱去做，袂使无做。古早人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人人之事。有家讲万万的智慧，善巧方便。今日人讲高度的智慧，另外手腕，啊，另外手腕就是佛家所讲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社会从哪里帮助起，这是咱现前重要的课题。咱仔细观察，现在众生病在哪里？啊，病在迷失了自己，迷离不觉，因为迷失了自性，迷失了良心。良心是真心，妄心用事。这妄心就是讲感情用事，真心是理智。人失掉理智，感情用事，这还得了吗？啊，因此才会变成邪理不正，念理不正，心内的头是污染，不是清净的。这是病根之所在。挽救之道，就像如佛所讲，爱戒。今日挽救之道不是别项，是教育，是教学。迄有人讲，现在教育真发达啊，即、这个城市乡村学校
真多啊，比古早时阵毋知加偌济。即、这个话从形式上来讲无毋对，如果就实质来讲，现在学校无教育，学校虽然多，学校的内容是咧教啥物？咱敢有仔细去想想诶？敢有冷静会去观察？究竟啥物叫教育？中国古代的对即个教有一个定义，啥物叫做教？先教教后教啊，叫做教；先知教后知叫做教啊，先知先教叫做圣人，在佛家就称之为佛菩萨。因先知先教，咱不知不觉啊，伊来教导咱，咱也觉悟了，也知影了啊。那么咱是后知后觉。如果无这个人教导咱，咱要哪会觉悟？圣贤人的教学内容可以分几方面来讲。第一，伊教学的内容是教咱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佛家法界经上所讲“诸法实相”，这四字用现代话来讲，“诸法”就是整个宇宙人生，“实相”就是真相。哪里有迷信啊？哪有不实之处？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果然明白了。人生是咱本人，宇宙是咱生活的环境。咱今日对本人、对家己迷了，毋知影家己，无认识家己。禅宗所谓“浮渺未生前，本来面目”，咱毋知影。啊，咱本来面目到底是啥物？咱毋知啊。啊，咱对咱现在生活环境也是迷离不解，这个环境安怎来？安怎变化？啊，即卖是安尼，以后会阁变成安怎？拢毋知。啊，这就是迷，迷即系胡作妄为，破坏了自然生态，破坏了咱家己生活环境。你为什么会迫害？你迷，你唔知影事实真相。古早人甲咱讲，宇宙之间巨大无外，内面状况非常复杂。佛家讲是法界，啊，是法界是大分啦，啊，大呢，甲分作十个法界，啊，分作十大类。那么这十大类每一类详细，搁再去分，无量无边，啊，那么咱对这个呢？内面的情形一无所知啊，那么无知也得准拄好了啊，也完全解惑人啊。啊，讲经典讲的这是迷信，那么迄就是了凡先生所讲，咱自以为是，讲过五万，无丝毫谦虚，连接受。佛陀圣贤教育的机缘都拢断掉了。啊，即使佛菩萨圣贤来，也未甲你讲一句话啊。为什么未讲呢？讲也无效啊，你也听未入去，你未当接受。啊，你会排斥，你拒绝，这也得了吗？但是咱在这个半世纪内面，也行过真侪国家地区。咱接触当然多数是中国侨民啊，甲东南亚即个小国家的侨民啊，咱相处斗阵总是亚洲人，总是黄皮肤的人。即个人纵然在一生当中无受过古圣先贤的教诲，但是伊的顶一代，搁再顶一代。啊，曾经不接受过，换一句话讲呢，伊要有这个经济习气啊，咱个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大略提出来，甲大家探讨，大家听了后，拢会当升起欢喜心。这在佛法内面叫善根发现。
那是在中国人的份上，现在有真多真多西方的人、西洋人，咱在美国啊，这个加拿大、澳洲遇到搁较侪啊。该讲这伦理道德，讲圣贤教诲，拢会当欢喜接受。有时咱就肯定了，孔明的教学是毋是孔子的学说？啊，现在人拢讲孔子的学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观念错误。孔子所讲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拢是2500多年以前的人。啊，我要哪会当相信？我要哪会当接受？啊，我为什么会受伊的影响？啊，自以为聪明，自视甚高。啊，有一挂人啊，就是安尼，啊，家己自以为是啊，啊，未接受，啊，其实伊家己想错了，看错了，啊，这个孔子释迦牟尼佛，唔是讲，啊，这个学说，这个、理论，啊，伊讲的，伊创造伊发明的，唔是啊。孔老夫子自己说，他一生无创造，啊，现在人说创造，啊，孔夫子无创造，夫子说他自己率理不足，一生无创造，啊，他说的都是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再来重复来说不是伊家己创造啊。那么咱即爿话来讲，就是佛讲啦，啊，亲像咱讲经呢，啊，重复啊，从老师啊，从祖师大德啊，佛菩萨经典啊，咱重复啊来甲讲啊，唔是我的物件，唔是创造的，唔是家己发明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是安尼，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也唔是讲。伊个意思啦，释迦牟尼佛伊嘛无创作，伊讲，那么伊讲啥呢？伊讲我这嘛是为古佛啊，比我较早呢成佛啊，这个古佛内面啊，因讲个，我搁再重复甲讲一遍啊。那么咱来问，古圣先贤是啥？古佛是啥人？对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的心性，自己的真心。佛在经上讲得真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话讲得好，一切众生真心本性内面本来就具足，甲一切诸佛圣贤同款的智慧、同款的能力、同款的相好、同款的福报。所以佛看众生是平等的，佛看众生是尊敬的。啊，咱轻视佛菩萨，佛菩萨未轻视咱。啊，伊知影咱甲伊无两样，只是咱现在迷失了真心，迷失了自信，变成这个模样。啊，咱总有清醒的一天，醒过来就甲伊无离无别。啊，咱今日变成安尼，佛讲得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华严经》一句话就甲咱讲破了：，愈妄想愈执着。所以呢，这相好智慧万德万能啊，你无法度证得。这个原因障碍啊，咱的毛病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物件害咱。虽然迷失了真心，迷失了本性，啊，这才真正知影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因的智慧、因的能力、因的教诲，是从真心内面流露出来，决定无加丝毫的意思在内面。意思有意思，就是妄心；
无加虚浮意思，就完全无妄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那么咱导师讲了这十二来形容咱的真心本性，将这搭流露出来。所以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经教，拢是自己真心本性内面本来的执着，不是别人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如果你来当体会到这一站，你自自然然就欢喜接受。为什么？伊毋是别人的物件。我连孔子讲的主，毋是孔子的，是我家己心性内面的。我读佛经，毋是释迦牟尼佛的，是我自性内头本来具足的经典。甲释迦牟尼佛所讲无离无别，安尼我都。愿意去接受，这才是事实真相。今日咱要讲行近大利，正大福，爱在哪里正？如果对于现实社会里头种种状况，你拢会当了然，拢会当明白，你就知影。救人啊，无过于消除伊错误的低点。要怎样帮助众生放弃错误的想法？看法，学习圣贤人因正确的观念，由此可知，这个代志是教育。所以中国在古代《礼记》里面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同款一个道理，年轻的人成家了。结婚生子成家了，家庭什么最重要？教学为先。所以家庭的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大根大本。做父母不容易。家庭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母亲怀孕迄天开始，知影家己怀孕了，就爱教你的囡仔要安怎教。我的心爱静，我的行爱静。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因为母亲起心动念、身体做作行为，拢会影响胎儿。今日讲父母爱子女，你若袂当安尼照顾，你毋是爱你的子女。你的子女将来出世长大袂听你的话，你家己爱负责任，你无甲伊教好。所以教囡仔从胎教开始，囡仔生落来之后，伊个目睭一擘开啊，就会当看到外面啊。咱爱互看啥？爱用纯净之法互看啊，决定不能互伊接触邪恶啊，邪恶的画面袂使互看到，邪恶的音声袂使互听到。从这个细汉培养伊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这是父母对儿女真正的爱护。到五六岁的时阵，爱教导伊读书，爱教导伊学礼，学礼就是爱有规矩。这是中国古代小学。咱今日讲实在话，非常可怜可悲，咱无受过这个教育。所以看到古书上的记载，咱非常羡慕。古早人呢，为这个细汉囡仔就开始教起，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所谓小行六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培养习惯，一生伊拢袂改变。六七岁教伊做人的一挂规矩，那么。咱导师在道文巴教一个出家众，为这个《弟子规》这个小册里面教起，这小册里面所讲一挂原理原则，一生伊拢奉行，拢袂违反，这是幼年的教育。那么古早时候七岁上学上学就是上私塾那么私塾呢，有老师负责教学生。
啊，接受正式的教育。《弟子规》是学前的教育，无这个基础，不能接受正规教育。正规教育，老师教啥？教孝、教忠、教孝悌忠信，这是老师的代志。啊，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要安怎教法？啊，敢那嘴咧讲袂用的，印象无够深，爱家己做给学生看。啊，父母爱做给儿女看。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啊，咱读书呢，啊，讲到啊，以前啊，读这个私塾啊，那么伊的父母呢，准备真丰富的礼物，啊，去到伊这庄卡，一个书堂内面有一个大殿，供奉大乘至圣先师的神位，啊，就孔老夫子的牌位，啊，那么在夫子的这个牌位呢，三跪九叩首，啊，这是最敬礼，啊，那么父亲在头前拜，啊，这个。学生呢，啊，伊这个囝在后面拜，啊，那么拜完之后呢，才请老师上座，啊，那么恭恭敬敬呢，也是甲举行三跪九叩首啊，这个礼节。啊，那么这就是尊师重道，啊，这尊师重道。那么。老师教学生啊，就是教伊背书。那么古早呢，无这个顾道啊，啊，老师呢用个朱砂笔啊，在这个纸的边啊呢，刻一圆箍啊。啊，那么好断句啊，念得正确。啊，所以呢，这个学生啊，为这个四书幼学庆林啊，那么这拢是一般的常识。啊，现在讲常识课本啊，那么有念这个《千家诗》，有念《百家诗》啊，老师呢教古道，那么念古文、念祖传，那么这东西啊，一个个性先贤的典籍啊。咱今日这个社会啊，如果无提倡伦理教育、无因果教育、无大乘佛法的教育，这个社会动乱，真难平定，真难恢复秩序。啊，那么这个是咱近代啊，印光祖师啊，讲即马若无提倡因果报应的教育，伊讲众人啊，佛菩萨甲所有神仙在即阵拢拢下降，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七十年代啊，咱读书也讲真侪遍。1970年啊，迄个时阵，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啊，有一次欧洲有一个国际会议啊，特别请伊去演讲啊。那么伊在演讲当中提出了一个警告，讲解决21世纪世界纷争、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中国孔明学说以大乘佛法。这是英国人讲出来啊！伊这次演讲产生了真大的影响效果啊！迄个时阵，咱导师也在台湾啊，伊看到台湾天主教突然提倡制作啊，感觉非常惊吓啊！过去基督教、天主教唔准人制作啊，拢甲祖宗的牌位摕去烧掉啊！伊要来提倡制作。啊，伊就感觉未了解，那么到处探听以后啊，有一位赵密林技师甲讲啊，伊讲吴斌啊，这个枢机主教从欧洲参加这个会议回来，大概是听到汤恩比这个讲演，不但伊感动了啊，连这个教廷也感动了，天主教的教廷就是因的教皇，迄个时候下了一个命令。啊！予全世界天主教神职人员
主动爱找佛教来讲话，啊，所以天主教甲佛教关系逐渐逐渐接近，这是一个根源。那么在台湾，咱都出啊，北区天主教神学院教个主，啊，那么与童文碧这个演讲有关系，啊，那么这是啊，咱中国孔明伦理的学说啊，甲大乘的教学，咱袂使无注意。啊，现在咱看幕后这两行文：立定处置事念念谦虚，定定方便。啊，那么这咱都就讲过了啊，爱谦虚，爱方便。啊，那么即卖外国人呢，比咱中国人较谦虚呀。啊，会当接受孔明的学说，会当接受大乘的经教。自然感动天地，以利诸福有我。今之求科地者，初未尝有真志。啊，开头呢无真心。啊，要求这个科地呢无真心，不过一时意行呢，啊，讲一时欢喜啊，去参加一下考试，考一下。讲兴高则求，兴难则止。啊，兴趣来就去求一下，兴趣若无就算了。啊，伊就袂再去求咯。那么，即个咱一般做代志同款啦。啊，那么，不管做甚物代志呢，爱有长远心，爱有耐心。啊，那无长远心，无耐心，甚物代志都袂成就。啊，一时的兴趣，啊，去目一下，去做一下。啊，兴趣若无，伊就歹做啊。啊，那么这呢，一定袂成就啊。啊，比如咱出家学讲经，也是同款。啊，一时兴趣呢来学一下。啊，所以呢，到新加坡参加讲经弘法培训班的同学。我拢是甲因建议，啊，根据我自己啊，这十几年讲台的经验，啊，我甲因建议讲，若毋是真不得已，啊，这个讲台的训练啊，袂使中断，啊，袂使断去，啊，如果若中断呢，那么这都袂成就啦。啊，所以呢，看到真侪法师呢去新加坡啊，去参加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尤其在大陆上啊，真侪法师转去呢，无继续搁再讲经啊。啊，无继续就转去啊。啊，当然呢，啊，讲经将来做法师。这就袂当成就啦。啊，那么任何的代志拢是同款。啊，那甲即大家讲的，啊，不可以呢，一时易行呢，啊，唔是讲安尼，你一时啊兴趣就求，啊，迄、那个兴趣无去，啊，就不求。明主曰：往自好恶心，坐其所计乎？啊，那么明主这两句话。两句话呢，对齐国大王讲，齐国大王欢喜音乐，但是伊个人欢喜音乐。如果会当以民动乐，啊，迄、那个齐国就会兴旺起来。而以科名一年，啊，咱对于科名求取科名的心也是安尼，也像明主所讲，一定要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要尽心尽力去做。得到这个功名，得到这个地位，啊，亲像伊得到这个官长，啊，有这个机会为民众服务，啊，只要存这种心，行这款的善事，命运与福报，家己拢可以主宰了。好，了凡四训，咱就简单报告到这，完完，多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